想一想，我们说为什么要学佛呀？又不能去享受人间的快乐呀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像很苦啊，受苦一样，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来修行呢？这其实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凡夫的心量很小，是吧？那我们的心呢，其实跟佛的心呢，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。佛的心呢，就是得到最大的自在，我们的心就没有自在。随着业漂流，整天受苦、苦苦、坏苦，然后行苦，一切都不得自在。为了一点点事情，就是烦烦恼恼的啊。所谓的成佛呢，也不是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其实就是把我们心内心里面的一切一切的烦恼给它弄干净，让我们的心得到最大的自在。一切众生都是追求幸福和快乐。那凡夫呢，就是用错误的方法来追求幸福和快乐。那我们修行的人呢，就是用正确的方法，烦恼没有了，越来越少了，这个才是究竟的安乐啊。那世间人追求的安乐，它是其实是一种坏苦，那坏苦一定会转成苦苦的，坏苦和苦苦是相对而言的，坏苦是增长你的贪喜呀，那你的贪喜增长了。你得不到，你就要苦苦就来了。你享受一次坏苦，就有千百次的苦苦等着你去受。只有真实的安乐呢，就不会变成苦苦。这种真实的解脱，就是我们要学佛。学佛呢，就得到究竟的自在，彻底的自在。这样自在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起无量的妙用，帮助一切正在受苦的众生。修行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了。生命的意义除了这个以外，真的其他的真的没有意义。其他的意义都是让你去受苦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佛啊，要学，而是要明白这个学佛的意义，为什么要学？一定要想明白了，你学佛就会越学越欢喜。